监看桌还在吗？我按掉了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不管它，我按掉了，因为我这边看不到，就算了吧。今天没有看书，最近一直听一首歌，怎么这么巧、啊？这首歌超好听的、欸，我昨天听到，然后觉得很好听。今天反调吧，我弄超久的，我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有了吧，但它又有点崩了。Hello， 大家。好像有点太亮，嗨嗨，已经最暗了，这样吃饭了吗，大家？今天要来陪我一起建房子。我第一次在这里直播哎、欸，你们有发现吗？你们有发现吗？我的背景换了。啊！我后退一点就比较不亮，因为是白墙的，没办法。谢谢思源的冬。哎，他跟我说了，欢迎您大驾光临。卷发，对啊，我今天用很久，Hello Hello， 自带上来，谢谢。谢谢，太久没直播了，谢谢新的新字冠，有没有想我？突然成熟女性，今天卷发了一下，然后我去剪刘海，卷发真的好难哦，救命！好，这里是马奎尔。不用，不用，没有，谢谢。我们是要玩游戏吗？我们是这个移居的豆梨跟丽梨。嗨，大家晚安，好久不见。而且我今天它塌掉了是吗？算了，我今天有加减嘛。一句之后我们就是同一座岛，请多指教。等一下，这样就比较好一点。好像没有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谢谢蓝色应援棒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刚刚没念到吗？没有玩游戏，小事情没事。从一开始玩，对啊对啊，从一开始玩。有没有方法比较不练？什么东西？音乐停了。哎呦！等一下。放他们嘴后面吧。哎，有啊，有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谢谢炫耀的枫叶。有吗？有比较不亮。有吧。但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留言，你们是没留言还是我卡住？今天比较不一样，今天发型不一样。我要把它先……哎，我要取名字了，我要叫什么？
叫什么？花叫什么？背景不一样，对，就是房间。今天不一样。嗨，德全，嗨大家，好了，我来打个招呼好了。嗨，兔呢？嗨，蘑菇，嗨，北人，谢北人的宝石。嗨，七月，嗨，卡丘，嗨，黑猩猩。为什么叫黑猩猩啊？你怎么有改名？嗨，思源，嗨 ，Ted， 是码头吗？你为什么不改回庸格、啊？我知道你是，我知道你是庸格。嗨，九蛋，嗨，天天。理我，嗨大王哥，嗨企鹅，嗨志祥，嗨晨晨，嗨易凯，嗨落日一笑，嗨国树，嗨青，嗨土龙，嗨西西，嗨愚者，嗨泡芙大叔，嗨小猪。嗨南叶，嗨小魔法，嗨丝绒，嗨古早味，好，我不念了，好嘞。现在暂时能挂听，抱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要移开。好。Hello 大家。嗨阿贵。嗨坤坤，一开始就岛主，哈，直接叫天使，是岛名吗？是名字吧？是名字，他跟我说是名字，应该不是岛名。岛名好像我哥哥跟我姐有进去，要认真的还是不认真？对，没有我的岛，因为我们只有一台 Switch， 我们家，然后我哥跟我姐已经开始玩了，所以。所以，对，还是我抱白色的会比较好一点。哎，哎，有比较好一点哦。好，抱白色的。对，我太选白。别让我滑倒。所以，对，我们只能一起玩一座岛，因为就是，哎，还是我们来听那个的 BGM 好了。我们来听动森 BGM， 动森有吗？网络上会有吗？有哎、欸，有有有，有有有，可以。对，我们要一起玩一座。Hello， 干汉。所以呢，我要叫什么？我要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取不正经的那种，就像就是刚刚那个什么，不要让我滑倒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要取那种名字，就他们叫我的时候会，我会想笑的那种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好建议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玩？这样玩你们看得到？可以，我可以这样。嗨，爸爸，爸爸，好久不见。要好笑的啊！要好笑，爽到人！不是，现在不是岛名，现在是我的名字，现在是我的名字，就是可能可以夸自己的走一个。我要叫什么？没有好久吧，我一个礼拜没有播嘞，爸爸。不久吗？不久吗？我要自肥自己，在他们叫我的时候就会比较好，比较好玩。我报废庙，这样子让它吸光，叫天使这样。我不要叫天使，自己玩游戏还叫天使，超乖的。
小雨，嗨何恩。真的要思考一下我的绰号，我没有绰号，你们知道吗？我都没有绰号。哎，不要，绕等多久啦？现在是取角色名吗？对啊。怎么啦，庸哥，你不要乱讲话。嗨，新鲜柠檬，要称赞的美女吗？可以，但是不要有关，就是天使、兔子这种，不要。单纯好笑，单纯好笑也可以，称赞也可以。我有时候玩一个，有些想不到设定就不玩了，太废了吧！这样很难想，就跟你们想啊，不要什么框框，你这个提议超怪。我要叫什么停？婷婷什么？不要戴戏帽，你都乱讲话！不要听，不好笑，都不好笑，而且还不好听嘞，不好笑还不好听。在想名字，对啊，不然去台北什么什么。坤坤，你的名字不太好，我觉得。绿灯停，算了，我还自己想好了，我想一下。好难，那我取名字好难，之后不能改，对不对？之后不能改。勇哥，你认真吗？勇哥，取名很重要。对啊，你们都取，你们都打那什么烂名字，跟我说。不然我没见，我才不要嘞！真的，用我被用个笑死。嗨，益生菌，煞气的听，台北博瑞听。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被这样子，就是别人会这样子取名字。不要。好，我想好我要叫什么。可以三季录改名。好了，我想好了，我叫 Juty， 因为我的英文是 JUI 嘛，念起来是 Juty， 我叫 Juty， 可爱吧？可爱。不是看你们的留言我才打的，是我本来就想好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要助肥。居然不是周末开，对啊，因为上周没有开。可爱。你要自称台北人，可以哦，带细胞可以哦，你就会跟我一样可爱。我叫 Juty， 好，都这样啊，都这样。四宝回宿舍，好，我确定了，好可怕哦，每次取名字要按确定就觉得很可怕。
叫 Guilty， 没错 ，Guiting 吗 ？Guilty，Guilty 念 Gu 吧，对吧 ？Guilty， 那错啦 ，I miss you， 你要改一下意思 ，Gu 什么？好，我要按确定了，好可怕，我要按确定了。还是你们可以直接听这个，你们这样听得到吗？你们听得到这个 BGM 吗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傻眼，咪说你再也不要进来了哈。开头吗？可以啊。开大三号电话阅读，没关系啊，应该是100%吧。待命，好，我按了，确定。你叫做 Juting， 生日。揪细胞。哎呦！谢谢德全的贵族玫瑰。你不觉得他？你们不觉得他念？就是嗨大家，就是他念那个念的时候很酷嘛，就是他明明他感觉很像不像在念他上面的字，但其实他有在念欸，你有没有听懂吗？谢谢 Ben 的 Love， 你是说你之前玩？没有，我之前没有玩过啊，加速的中文没错，我要很白吗？不要，我没有很白，我中等。啊？哦，发型？你要怎么？哦，没事没事。谢谢黑猩猩的应援棒，只是念比较快，就很可爱啊。我玩这么白也是这样觉得，就很可爱啊，就他念的方式。讲会麻哎、欸，他们好像有。开发云之类，真的假的？欸，你们的角色名字都叫什么？欸，他只有四颗头可以选哦，他在跟我开玩笑，真的哦，他只有四颗头，一开始是吗？他一开始只有四颗头，开玩笑吗？他一开始只有四颗头，之后就可以换，所以他一开始就四颗头，傻眼。你觉得我要什么颜色、啊？白色很像老人、欸、先看眼睛好了。这好像被叮哦、喔。你叫台南星吧？你没有 switch？ 对，我现在在选角色。我等下给你们看我长这样，有够可爱。还没，我根本还没弄好，就在那边有够可爱，有够好笑。欸，大部分的人都选什么眼睛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们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就行。大概形容。你根本没玩，反正不管弄怎样都可以。大家都不回答我问题、欸，我问好几个问题，你们都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太难过了吧？嘿，哎呦，害龙骑士可以取，不用谢谢，不用谢谢。为什么我突然都没有玩，只能看别人玩？好吧，那我玩给你们看。没关系，我照我自己想选的。哎呦，眼睛黑的。我头发选什么颜色啊？我头发是选。我想选绿色，这个啦，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，看得到吗？
这个颜色，不是不是那个绿色，这个绿色，这算金色吗？就是这种的，有看到吗？好圆，还没调脸型。哎，西西，你的名字？亚麻绿，这不算亚麻绿吧？这超浅哎，浅到不行。我还没弄好，我只是给你们看这个颜色。想看润颜的造型？我还在调整。你说灯？什么灯？哦，你说灯哦？哦，笑死！我要选这个颜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脸型不用调，一定很圆。好，我要继续调眼睛。他衣服都就长这样。我要咖啡色的眼睛，可爱。这看起来很想睡觉，哎，好适合我。不要，我要选这种 bling bling 大眼睛。衣服好像不能选。三角鼻。哎，这个嘴巴很可爱。等一下，我选择障碍了，大家。我选择障碍了，怎么办？你们看。好，哎呦，好难操作，我直接手交叉。这个。跟，哎，我选到什么？救命！对对对，这个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到啊？天哪！哎呦，这样子比较好操控。等一下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这个跟这个。你们有看出差异吗？一个有牙齿，一个没有牙齿。啊，不是这个啦，这个跟这个。龅牙，不是，它就是牙齿。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往不好的方向？等一下，在哪？一个猫嘴，一个兔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嗯，好可爱哦。还要坐前面，要倒了，要倒了。嗯，哪个东西卡住？这样子，哎，好哎，好哎。差点事故，已事故，已事故。要哪一个、啊？我要有牙齿好了。腮红。我要橘色的。觉得今天特别漂亮，谢谢。因为今天有卷头发吧。然后妆也比较精致一点，真有时间。居然没有牙齿，被灯反光。我刚刚有瞧，衣服像偷的。好了，怎么办？我每次选眼睛就会特别。特别犹豫，嗨黄鱼，可是他们有些眼睛长得很可怕、欸，长得很可怕，不觉得吗？我觉得有些长得很好，就这样了，之后还可以换吧，还没有，才刚玩。可以换吧，就很可怕。可以吗？五官可以换吗？
可以，五官可以换，那我就随便啊。整形可以换，可以吗？有玩的大家，黄鱼有玩，可以换，好好，可以换，那就放心。保安确定咯，智慧呢 ？OK。我觉得他讲话真的超可爱的哎。嗨，谢尔东。很可爱耶，超可爱的。啾婷，我真的觉得啾婷这个名字很可爱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可爱。对啊，他是把中文快转啊，我刚刚有讲啊，就是很可爱，就是因为他把中文快转很可爱。但大家不要叫我啾婷，大家叫我天使或是兔子就好。他还要我们看概念影片。酷了吧？不用哎、欸，因为概念表有点废，因为就是好，大家不要再刷表情符号了，就是我们家只有一台 Switch， 然后我们有三个人玩，加我三个。所以呢，已经谢谢浪客四五一六六四一的，这是什么拉哦？是吗？哦 ，love 不是这个什么哦，发，对，就是有三个人，所以我们已经，然后我哥跟我姐已经有好大声，我哥跟我姐已经有先玩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只能去他们的岛。对，罗家三人共有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哎，你们有看什么好看的科幻电影吗？或是 Netflix？ 我最近想要看科幻电影，《移动迷宫》那一种的。而且重点是，就是我姐已经有布置嘛，然后我就。不太能移。哈利波特，哈，我不想哈利波特。圣尼哥的嗨，猎魔 Netflix， 对 Netflix。说明会。什么什么什么？黑镜在讲什么？大概，没关系，我不怕被爆雷。你辛苦离什么？谢谢托纳的小丑鱼。托纳那个有特效吗？不好意思，如果有特效，我刚刚没看到。但还是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感谢。你家的 Netflix 被爸拿去追剧，啥都看不了。那个是美剧，所以是 Netflix 吗？ Netflix 的，不是电影。可以再看一次吗？那我先看。
我现在手边没水耶，没关系，我今天不喝水。很可爱耶，小丑鱼，小丑鱼什么？尼莫，谢谢 Tuna， 谢谢 Tuna。你原本就不喜欢追剧，喜欢电影的鬼，要看有没有时间吧。他问我有没有用过手机，这会有影响吗？去拿水吧，等我渴再去拿就可以了，没关系的，我现在还有大概一口的饮料。有关系吗？他问我有没有问，他问我有没有使用过手机，我回答会有关系吗？我现在不敢回答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好好，我完全没用过。他没有教我的意思，我要笑死了。谢谢扫地追踪我，我给你一件最重要的东西。请款单哦，房贷的部分。49,800，那我这个回答有问题吗？我可以回我付不了吗？我要住白的，可以。不行，我怕会影响到剧情，我很害怕。对话有差哟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会有什么对话？就是有差吗？就是他笑我，他笑我身无分文。嗨，阿正。什么礼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数？代替现金支付移居费用的特别计划？笑你，都要笑我。怒可吉利油，吉利油计划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嗯。在岛上生活的越开心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恶劣，只会笑别人就可以得到越多的礼数，同时还能支付移居费用，真是超级优惠的服务礼。好像推销员。你猫就在坑。新生活开始了，想做什么都能自己决定，自由啦！今后的生活会以自动储存的方式自动记录。结果房贷，对啊，这是 DIY 作业台，这我可以捡吗？铁矿石，这什么？我可以捡。我姐刚刚说什么？她有做一些东西给我，在她家前面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家在哪。这是怒可商店，商店前面的东西。个人共用的，但是有房的。
你就看图地图上面，要怎么看地图啊？等等，看看哦，那怎么看地图？好乱按，我直接把那个胶水的捡起来了。不对，这是什么地精百事？啊，等一下，装饰在这里。什么？我不小心捡起来了，救命啊！怎么办？我会被杀掉。我会被杀掉，我直接乱捡欸。我直接一个乱捡，救命啊！怎么办？他这么害，跟我说没有地方可以放，算了，让我把它捡走吧。随便。这可以捡吗？去 L 开手机。L 开手机。L 要怎么开手机？救命！哦，开了开了。搜图鉴，地图。身为冒险的，就是要翻墙的。后面的。下一页，使用的哒哒哒哒，按 X 可开启或关闭。平常行动 OK。等一下，博物馆、裁缝的商店。触电排排住这，他住这啊？我在哪 ？OK，OK，、OK, OK, 他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我要住哪里。帐篷是可以随便搭吗？姐姐应该不会哦，不会哦，他们才不善待我的哟。太两光，姐姐没那么凶吧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嗨阿 Kira， 嗨阿贵，嗨林登。那商店有共用吗？商店应该共用吧？不知道哎。怎么跟房东讲？有了房子就可以脱离房子？帐篷随便放。张，不是有一只在玩动森吗？对啊，现在123追踪我，不是有一只那个岛民吗？它叫岛民吗？反正就是动物叫章鱼嘛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把东西捡起来好了。这应该就是要给我捡的吧？我管他嘞。我不小心捡到花，我不想捡到花。我没有要穿戴，我不要穿戴。要怎么拿下来？吓死我，吓死我了！章鱼，对啊，超可爱的。等一下，装饰在这。不是啦，不是这里啦，你不要乱帮我装饰啦。它飞超远的 ，Hello。我遇到章鱼了，等一下，我要种回去。不是章鱼，它叫章丽娜。种不回去，怎么办？种不回去了啦，怎么办啦？种不回去了啦，我要被骂了啦。你知道伯伦永远在那画谱，他很气。Oh my gosh！怎么办？种不回去了啦！我直接乱种一波，之后会长出来，种不回去啦！我的天哪！我还把工作台拿走了，我的天哪！我直接乱捡东西，我一直乱捡东西。这个，等，赶快放回去，太可怕了。装饰在这里。还好，放回去。它叫小雪。好可爱哦，它好可爱。张丽娜，
森林破坏者，没错。我一直乱捡东西，我的天啊，各种捡。我到底能住哪 ？X。我姐摆这么多桃子在这里是要给我捡吗？是我想太多吗？还有钓竿，这桃子我可以捡吗？桃子能干嘛？嗨，何恩，好久不见，仿佛看到离家惨案重演。要先挖洞能种哦，可是我没有铲子，我真的要重玩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新的账号啊。太吃哦，什么时候才要吃东西啊？之后肯定要卖，那我先不拿好了，我怕被骂死。竹制金线箱，这些工具应该是他要给我的。那我刚刚拿那些木材 ，fine， 我就捡走了，不管。钓竿、撑竿跳、弹弓、捕虫网。但敲石头前不要吃，要砍树挖石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吃？就捡走，对啊，随便啦，被骂就算了。这还有音乐，也太可爱了吧！没有，你乱讲。吃了之后可以直接挖一整，欸，我不能，我直接挖走，我姐应该会爆气哦，我直接死在原地哦。对啦，挖树，那我要怎样？所以我现在的任务是要去搭帐篷是吗？这是哪里？这是服饰店。非常有可能，公司说的非常有可能。所以我现在是要去，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到底要干嘛？救命啊！有没有动身大神可以教我一下？处找离客问的好 ，Go Go， 服务处在哪？有虫，有虫，有虫，有虫！有蝴蝶。我又乱捡东西了啦！捡东西，我把一只花捡起来了啦，怎么办啦？哎呀，我要乱捡了啦！怎么办？我乱捡一颗花，我天哪，我要被杀掉了啦！这是哪里啊？这好像是我姐家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是谁家？哦啊！好可怕、喔！这是哪里？他不告诉我是哪哦，我姐家啦。哦 ，OK。哦，好可怕、喔！这应该是他要用的东西吧？好可怕、喔！我直接乱捡，我直接往生。呜呼！回不去，回不去，回不去！啊！狼蛛，那不是狼蛛，那好像甲虫还是什么的吧？等一下啦，服务处在哪里？服务处在哪里？
张丽娜，你知道服务处在哪里吗？他不理我，张丽娜不理我，谢咯。嗨嗨，你也不理我，都不理我，好，都这样啊，都这样都不理我啊，我不知道服务处在哪里，看地图，看地图，好，看地图。服务处长怎样啊？哎呦，等一下，服务处的标志是什么？哎呦。露营地、博物馆、裁缝屋、商店、服务处 ，OK OK， 哦，服务处很大间呢。叮叮叮，紫色屋顶，狸猫那边不是吗？我不知道狸猫在哪，是重点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就要请你去找西施会 ，OK OK， 免费的工作坊 ，DIY， 他只叫我玩 DIY， 就这样没了。然后他不跟我讲话了，他不跟我讲话了，他不跟我讲话了。哦，我还可以带走我姐他们丢掉的东西，运动坦克背心，听起来超废的。纸箱、儿童认知海报、松下地板，他为什么要丢掉松下地板？球根、树苗、生锈零件、铁矿石、树枝、杂草、运动坦克背心，我要拿他们丢掉。哦，是村民丢的吗？哦，所以不是。我姐他们丢的是吗？有个旗子在飘的那个。嗨，风风。北半球没狼蛛。还太深奥了吧？睡过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黑猩猩的口罩。不是，还有很大的狼蛛。采花贼是我，没错，采花贼是我，采花贼是我，我笑死了。你家有熊熊装哦？是哦，可是你送不到我这里耶。哦，所以咪手也有玩是吗？那我现在到底要干嘛？他不跟我说我要干嘛哎。欸，有一只企鹅叫欧若拉，太可爱了吧。逼不。欸，那只企鹅长得有够可爱。Hello， 路过，嗨，茄子，茄子，你今天超晚欸，茄子。这是哦，我不要进博物馆，有猫头鹰，那个是博物馆。刚刚听你说。嗨嗨，米索是因为青蛙才买，但是我看米索就常玩。米索，你直接不让青蛙玩，什么意思？转圈圈，巴哈姆太郎。为什么我们的岛花这么多？哇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哦！还有垃圾桶。要丢掉什么好呢？一般跟爷现在要做什么？没中途就问不太。那我再去问一次。谢谢路过的带你去流浪，谢谢。哎，乌龟装饰吗？救命！我现在要干嘛？我就像一只迷路的羊。
我就像一只迷路的羊。嗨六六，嗨吉川。他直接不跟我对话哎、欸，你们看，他不跟我对话，你有看到吗？他不跟我对话，要坐椅子，要怎么坐？哦哦哦哦哦！我现在要去，我现在要去搭帐篷了。谢谢浪客337543的追踪。欧罗拉是极光的意思吧？所以企鹅叫欧罗拉，很可爱耶，超级可爱。我要坐椅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教我这个动身新手。我现在还拿着钓竿爬爬照。嗨图图酱，我看一下我可以住哪，我已经忘记我姐跟我说我可以住哪，我随便住耶，谁都不能阻止我，然后我之后就被强制搬家，笑死。这可以坐吗？不行，这个嘞，不行。我现在还一直拿着钓竿欸，看到自己坐在椅子上觉得很可爱。所以我能住哪？有轮胎欸，轮胎可以干嘛？嗨令狗，嗨阿正。嗨龙龙，嗨永在，晚上好，晚安晚安。哎、欸、有瓶子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瓶中信，瓶中信会写什么啊？轮胎可以做垃圾，那我捡干嘛啦？我到底可以住哪里啊？你要继续加班了，小猪加油，上班加油。啊！你不能看我玩哦，真是难过。你打开瓶中信号，瓶中，哎、欸，我包包好像满了耶。他说给捡到这封信的幸运的你，有一次我在平常的舞蹈课上跳的超嗨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新的 DIY 方程式。他那个右下角的名字是真的有人写，还是只是一个那个、啊？大家那个，我今天的还是可以看。我的火，我的火有点算 NPC 哦，算 NPC 哦。我的火有点可怜，是吧？这个方程特别告诉你，捡到会不会得到了第二个方程式？樱桃帽子，学习哦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可以做的东西，是吗？啊，我到底要坐哪里？
不还不行了，我还是新手嘞，我现在连帐篷要搭哪都不知道。谢谢 C， 你要叫你叫什么？我叫 MK 好，谢谢 MK 的好多枫叶，谢谢你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送一点东西哦。虽然我现在都在玩动森，但是对，所以我到底可以住哪？嗨天天，嗨翠翠，嗨阿华，我到底可以住？谢谢小猪的枫叶跟 Miso 的 Love， 谢谢你们，你们人真好，感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就是顾我的，顾我的那个，好不好？顾我的，这叫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我突然忘记那个词。顾我的营业额是吗？忘记了，不是。我要住海边吗？感觉会冷死哎、欸！没有，生血是一定要买的，好不好？生血是我不拜托你们就要买的东西，好吗？谢谢大佬喝茶，谢谢掌声鼓励，谢谢枫叶，谢谢 Tuna， 谢谢 Ben， 谢谢路过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小猪分享直播间。嘘，也有人住海边哦，哎，对耶，你住海边哦，对啦，我住海边，厉害吧？谢谢 bling bling 的追踪，天行健。我们帮你想住，不是我现在的问题是，因为我姐，我要怎么上去？我上不去。哦，按 A。哇呜呼！我要隐居，我要隐居，我要住在这里，我可以住这吗？看一下。好的，帐篷是随便搭，对不对？哈，空间不够啦，我真的要住海边了啦。啊，你确定我叫心电感应？对啊，我会被骂死、欸。虽然我真的很想破坏，但不行，我会被骂死。我直接，你们直接看不到我了。我住哪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好了，再问一家是吗？那我住这好了。可以摆，可以试摆，也有在试摆。没错，我很想破坏，但是不行，不行。我真的要住海边啦，无家可归。
不要住海边，我不想要住海边。我不要啊，我不要打电话给他。我不要住海边，谢谢小雨的新习惯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小雨。海边错了吗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好吧，海边错了。What's up？ 你在跟我打招呼吗 ？What's up？ 哎呦，我住哪？那我要搬家。优哥，你有玩吗？那有兔子住海边，没办法、啊，没有地方住。我去后面看看好了。什么？勇哥，你在跟茄子示爱吗？我看到了什么？你没玩。你在跟茄子示爱？这什么新的 CP？ 我怎么都不知道？我觉得有没有留空地？我觉得是没有啦。I think。你有兔子吗？什么？兔奶，你有玩是吗？等一下。哇！我很怕我一跳，然后可能花就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正在找，可是空旷的地方就只有那个、啊。哎，我下不去。Hello， 我下不去。就只有海边，我要拿，我要乱讲话、啊。我一直乱剪啦，哦哟，救命！我一直按错 X 跟 Y， 一直按错。对啊，只剩海边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在充电了？没电了是吗？没关系，等下看。现在几趴？39。姐夫要我住海边，我不要住海边啦。那个放下去会直接生成空地，不用管什么。你说帐篷吗？哦，真的。我南边通拆掉吧，我很想，好不好？我很想，非常想。哟呼！可怕、啊！哎、欸，有个空地，等一下，我找到一个空地了。所以瑞婷现在是跟姐姐共用的，我跟我哥还有我姐，三个人超级。我不管，我要住在这里，我不管。虽然他好像说这边不能住，但是不管，我要住在这里。想象一下，可以，很棒，我要 OK， 我搭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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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们看我搭在哪，搭在这。
丢弃，我要丢弃它。丢弃，我要丢弃它。好了，我要进我的帐篷了。深山吗？不知道欸，某块空地，反正不是海边。什么？我可以什么？一个游戏三个人玩的。恭喜，恭喜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什么 ？Miso 要送我一台 Switch 哦，这么好，谢谢 Miso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让我猜，让我猜。我家好清寒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有个灯可以点亮吗？可以。这什么 Radio？谢谢子晨的追踪，不用整天吹海风，没错，我不会冷死了，谢谢大家。地精摆饰，我刚刚不小心捡起来的，我把它装饰在这里，好可怕哦！把一只地精放在家里，不行，我不行，太可怕。我真的等一下要把那只地精摆回去，我要笑死。有地板耶，放在地板上，为什么帐篷不能铺地板？太难过了吧！谢谢吉米做的枫叶跟马尔济分享直播间。我有去服饰店看过，没有哎。那我铺完帐篷要干嘛？塔瓦哥，你去哪里？现在例子在开齁，好吧好吧，我知道你去哪里了，没关系没关系。OK， 我懂你，他要跟我懂你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他挡住我的路了是吗？哎呦，救命哦！等一下，我这里的花是不能采。哇！我走到哪？什么茄子你不行，茄子你只能待在这，什么一国的笑想。茄子好好讲话。好可怕，我怕走一走那个花就不见了。摇什么树才会有家具啊？是 Miso 的 Love。 这岛怎么那么大、啊？我直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。我到底在哪？我在哪？我要走回我家了。有人叫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懂，我不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有看到吗？这个，等一下，地图不要乱。哎呦！这个，什么意思？我刚跑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他突然叫我的名字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跟他讲话，我看不到人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哎。
这里吗？这博物馆哎、欸，岛民会叫我哦，岛民会叫我，可是我刚刚没有看到哪一个岛民哎、欸。往你这跑吧，可是我直接进博物馆哎、欸，会不会太失礼？完蛋了，我要被居民讨厌，完蛋了，我要被居民讨厌了。你们吃晚餐了吗？对啊，我玩得很认真哎、欸。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我搭完帐篷了，我又要去问那个吗？我又要去问，他叫哈姆哎、欸，有一只叫哈姆。今天眼妆跟之前没有啊，今天画的比较认真。他叫肌肉大哥哈姆。他说他会教我健身运动。哈姆，他长得很可爱，他看起来就一点我不会健身。我去问你我要干嘛？欸，可以睡觉对不对？可以睡觉吗？睡了会天亮吗？可以先去找他，然后工作台可以先做一些工具。我有工具了，姐姐给我的。要做什么？他要我参加 DIY 工作坊。我去参加了 DIY 工作坊。Hello， 纳尼娃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看我头顶，给你们看，这样子看到吗？这样我看得到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。要掉杆了耶！我可以不要做吗？别人有送我掉杆了，我可以不要做吗？我要先去把钓竿钓到坏掉嘛，因为他叫我捡材料做钓竿。张丽娜跟我说，我姐的。我姐她说，听说她把钱直接做看看，不然就直接假装做好，可以假装做好了再去找她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她说我姐她把钱埋在岛上某一处，感觉就是有钱人，很好笑哎、欸。
我再出去一次，可以吗？那我要再出去一次，然后再进来。动身，没错，令狗，令狗，你进来都不讲话，你现在才讲话。哈，他硬要我用，他硬要我去做钓竿欸，啊，我就有了，我就有了吼，不想做啦。我要怎么用？我把它捡起来了。你呀，赶快把它放回去。地心白色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地心放回去。地心一直占我包包的空间，像草一样。我根本不知道地心在哪，然后我就乱拿，然后就暴走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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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放回去了。你谢了。要怎么用工作台啊？直接买了，不行。要怎么用工作台？我不会用工作台。按铃，没有铃啊。A。我按了，没反应。这是工作台吗？还是它根本不是工作台？方向错了，方向错了，怎么弄？还有方向哦，什么意思？too hard 的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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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他就这样，你们看，这是 DIY 工作台，没了没了，我不懂，嗨羊奶，我不懂。我遇到瓶颈了，大家，我不会用工作台，我遇到瓶颈了，什么意思？欧若拉，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想跟我讲话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不能做？再试一次，一样啊。没了，我不懂。章鱼在做运动，不是章鱼啦，张丽娜在做运动。哦，我懂了。白痴哦，工作台在旁边，然后我要笑死了，就是有懂我意思吗？他要我用那个离客的，对，谢谢黑猩猩的蓝色恋人棒。太久以前已经忘记了。
都忘了新手。哎、欸、，Lingo 你有玩吗 ？Lingo， Lingo 你也有玩吗？请大家有玩的下次下次直播，礼拜天吧，好像是礼拜天也来看我，因为我一定也可以有很多问题。立刻想要认识小姐，对我直接跑掉。原来开分要啊要啊，太开心！谢谢托拿的四叶幸运草，对错台子，没错，对错台子了。谢托拿，另一个头像就是了，真的假的？另一个很沉迷哦，另一个那你下次要来哦，不然我一定没有办法。五星岛主有风铃花是吗？有风铃花。嗨命嗨卡米尔，他叫我支付费用，什么意思？那我要怎么赚礼数啊？我要怎么赚礼数？终于下班了。Hello Hello， 上班辛苦喽大家。Hello 开心。谢谢开心我来签到，不对，还是把名字改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你还是把名字改回来好了。刚下班，你破台了。你是说风铃花吗？哎，等，不要再跟我讲了。什么瞎拔杂草？哦、他要我拔杂草哎、欸。嗨，王子，好久不见，王子。王子真的是很久不见哎，太难过了，呜。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赚别的钱吗？我不想要拔杂草，我不想要一辈子拔杂草。嗨，菜马旭，你今天也很慢哎，我剩半小时了，哦，40分钟。解任务，拔杂草，他要我拔杂草，所以我只能拔杂草吗？就开始钓鱼，所以我不一定要拔杂草是吗？我真的对拔杂草很执着哎，我不想拔杂草，挖起的花脉，我不敢。好像要十个草，所以我还是要拔草。我不能直接钓鱼吗？重点是我现在找不到我家在哪里，我找不到我家在哪里，我家在哪里？我找不到我家在哪里，我家在哪里？对，我迷路了，我家呢？哎、欸，我住在岛的正中央、欸，哎，现在只要草，以后就要钱了。啊，我现在在，哇，我离我的家好远，我要撑杆跳过去。我是路痴吗？我有 Google Map 就没有问题，但我现在没有 Google Map。呜呼！跑！哦，我到我家了。我要怎么从广场到我家？看看。哦，我会走了。我跟你们说我的特殊技能，就是呢，我可以，就我们，就我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只要大致大概应该差不多，就是只要走过一次，我就会记得那里的路，就不用再看地图了，不用再查，就只要有走过一次，我就会记得。这样算特殊技能吗？
讲到小屁谈，我没有去小屁谈，不好意思。我要去我家附近钓鱼，可是杂草长怎样啊？杂草，我来钓鱼了！我要来钓鱼了！我不管，我来钓鱼。地上都是，可是我的地上没有。钓鱼怎么那么难？都捡完了吧？我也是这么想。他不理我哎，为什么？你看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哎，要怎么钓鱼？要怎么钓鱼？要把饵放到它前面，然后嘞，要等什么时候才可以钓？要等到它一直撞吗？鱼咬饵的时候再拉杆，会扑通一声。我太急了，我没钓到。好难过，会有音效 ，OK OK。哎、啊，我现在无法拔杂草，叫我怎么办？杂草，杂草。这些是杂草吗？会不会乱剪啊？对，是杂草。Switch 也会震动，会震动哦。没错，这里是动声台，这里是新开幕的动声台。请跟我一起从零开始。谢谢开心。Light 不会开心 ，Light 不会震动是吗？哎、欸，有鱼有鱼，我要钓它，我要钓它，哇！啊，钓不到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在我抛饵的时候转方向啦！有了吗？没有。我真的要生气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到底是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你不要一直跑。甩手吧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是很难钓哎、欸。不行。我不钓了。我来捡杂草，我不钓了。摔了回家被姐摔没错没错，还会被我哥直接一起摔。这杂草吗？杂草25个，99个，我可以捡他的25个吗？
刚刚一夜狂飙，没有没有，我不剪了，25个，我现在只有5个，我要剪了，我直接偷窃，我直接偷窃，没有我共享，这叫共享，好不好？共享杂草还行吧，共享。等一下，我忘记你怎么念了耶！天哪，怎么办？有人可以告诉我他怎么念吗？我不会念。哦，你说你刚骑车哦，你骑车还挂听，小心呢！杂草过来，没错没错，小心呢，小心呢，我有杂草了。AB 胡赖 ，Hello AB 胡赖。有虫，是真的，真的世界有虫。瓦路 AB， 为什么又改名字？为什么叫瓦路？瓦路是什么意思？我有杂草了，哦，坏，为什么说自己坏？所以我现在的主要目的是，还钱。是吗？还房贷。那我根本不用杂草啊，我把杂草还回去。顺便再送他5个。杂草算是新手任务，你也很坏吗？坏力欧什么意思？哎，我不懂你的梗，我不懂你的梗，国术我不懂你的梗。杂虾在上班，没开声音。OK OK， 我不懂你的梗，国术我不懂你的梗。所以我现在，哎呀，我不要抓虫，好恶喔！我现在就是要看里数，对不对？坏利欧就是马利欧的坏蛋，哦，真的、哦。红松也是马利欧饭，是吗？手机看，怒可吉里数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礼数来换钱，虫虫比较壮，我不要，可怕。黄色那个胖胖的，什么黄色那个胖胖的什么东西？你是说坏利欧吗？你还好 ，OK OK。栗子站的名字。那 OK， 我还是叫 AB 胡来比较好叫。可以抓蝴蝶比较可爱，所以我现在只能还礼数，不能用那个，不能。突然会打字给你看，突然你人也太好了吧？突然是打字高手吗？你会打很快是吗？可以抓你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之前不是叫塞巴斯丁？对啊。可是他就一直改名字，我就会认不得，我怕叫错。先不要，第一次500 5000里数，
后面都是钱哦，所以还有，所以5000万还要再还钱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以为只要还完5000就好嘞、欸。好吧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还债人生，房贷人生。目标是成为钓鱼高手，在无人岛生活多磨练钓鱼能力，是绝对有益无害的。会全力支持，所以我现在要可以钓鱼哦，打招呼，打招呼。哦，我打招呼也会有礼数哦，抓虫也会有礼数，然后 DIY， 然后做东西。OK OK， 那我先去打招呼好了。他是超高利贷，村民在哪里？啊，岛民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，茉莉，不要跑！为什么我现在讲话？改护照第一次，要怎么改护照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章鱼在，章鱼刚刚在睡觉。不是章鱼啦，张丽娜，张丽娜，你先继续上班了，拜拜拜拜，别回来，拜拜，上班加油哦。改护照第一次也有成就礼数，赚比较快。你是说虫还是钓鱼？天天你都不讲话，天天手机里面什么？手机里面，理由一直在。我知道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啊，护照，哦，护照。护照可以一直改吗？还是只能改一次？可以一直改，那我先改好了。护照可以一直换。挂厅吃饭，平日可以看到兔子，觉得开心。你好像是室内派的森林，什么意思？去别人岛上会秀称号，是名字吗？秀名字的意思吗？我的个性签名要说什么？我的个性签名。我的个性签名，不要，这很尴尬哎。太尬了吧。在跟朋友玩曲，这个超尬的，尬爆！下周有 mini 孔，大家要来哟 ！Bellflower 要来哟，要来哟，要来哟！不知道叫什么，我要玩表情符号，希望能抽到，可以的，给你们加持，给想来看瑞婷的大家加持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可以的。
我要用表情符号。还没，棉截止，棉截止是不是？来，我要来业配播，等一下。谢突娜的爱你哟，谢突娜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名字打完。快打完了，好，我要来业配生写真了。大家，那个是护理师节，护理师节的生写真，明天截止，大家买了没？买了没？买了。很棒，大家都买了，记得要指定 rating， 应该都买了吧？还不买吗？还没是不是？国术，该买了好吗？该买了，买起来了好不好？然后要指定 rating 好吗？指定，为什么要拖到最后一天？为什么国术 why？然后指定我，指定瑞婷，指定起来，大家指定瑞婷，指定起来好不好？指定哦，要指定哦，一定要指定哦，要指定哦，指定我罗瑞婷，很重要哦，好不好？那国术你明天要指定我，买的时候，等一下我再改一次。很棒，有买的大家，有指定的大家，很棒。不是因为已经指定过一次了，已经就是讲过一次了，快来，有请别人帮我指定我了。赞，谢怀怀的带你去流浪，谢怀怀，谢金佑的 kiss 啾啾，好久不见了金佑，你让 AB 回来帮你指定，赞突娜赞，然后你要让 AB 回来指定我，嗯，赞这有点难，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的突娜。谢华华的告白气球，华你刚下班是吗？是吗，华华？哟，好了，头衔是什么？哦，头衔很酷哎！谢谢路过的大佬喝茶。嗨志伟，嗨黄宇，欢迎回来。上街逛逛，我要叫。岛民，快乐家的。无人岛的阳光洒落的，我要叫阳光洒落的岛民。
冷品君 ，Hello， 冷品君，好久不见，冷品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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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血灯指定了吗？先进来就要问一下，三血灯指定了吗？没有了，明天到，明天没有去上班，上班加油，我回回。大家三血灯指定起来，没事没事，三血灯指定起来，好不好？明天最后一天，记得买一下瑞婷三血针，指定瑞婷，买三血针指定瑞婷哦。下班啦，欢恭喜你！大家上班辛苦了，大家上班辛苦了，上班上学，上班上学辛苦了，先拜啦，再见，拜拜。但是你今天没什么讲话，拜拜。我也差不多快要快关了我的设计。好可爱哦，很多很可爱的东西耶，梨子，没有，我看到姐姐画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什么考试？什么考试？因为你的我的时间都不算有空，太没缘了。呜呜呜！今天是日常约会一周年，明天还有半天的。加油，考试加油，好不好？大家上班上学，考试、报告、面试，拜拜，加油！阳光洒落，没错，就是阳光洒落的岛民。绿草第一周年，你就是被我圈粉绿草地的时候吗？出的，对啊，绿草地的时候好像还蛮。有回响，呜呜的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夏日记的 ，Hello 小易，地板上亮亮的是什么啊？绿草地，我现在也很可爱吧？毕竟是第一次那种解说活动，绿草地的小魔术挖它，可是很多亮亮的，一直都亮亮的，每个几乎每个地方都亮亮了。我好像没有铲子，我没有铲子，铲子要怎么做？哈利，蛤蜊，给我们看看。等一下，我先观察一下，它还会不会闪？会，就长这样。给你们看近一点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吗？有吗？有，刚刚刚闪了，有看到吗？有吗？有看到吗？那是有浇花。是浇花的部分。好，我要回家。竹轮，有人叫竹轮。是什么？平衡吊饰，剪，乱剪。啊！我不小心推到竹轮了，他会不会讨厌我？会搞一周年，好像是哎。
我家呢？我又忘记我家怎么走。啊，我找到，我找到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那我可以睡觉吗？现在？谢谢 Tuna 的歌手选票。不可以睡觉。就躺着是吗？然后就只是躺着，然后什么都不能做，就这样子，是这样吗？太废了吧！太废了吧！我要来钓鱼了。嗨，西西，西西，你在看泪子对不对？没关系。没有鱼，没有鱼。躺着什么都不用做是至高的幸福。考完两小时就开始，没错。没错，没错。Hello， 明丽，马尔济去哪？马尔济去哪？谢谢阿伟的追踪。晚安，小猪怎么了？你要去忙了是吗？什么鱼？去钓鱼给你，谢。这鱼也太难钓了一点。不是差不多要下班了，还有差不多来来，还有大概五分钟吧，五分钟。因为我十几分才开的样子，所以钓不到鱼。下班后继续玩。我下班后要来看小说。哎，我跟你们讲过，移动迷宫的小说真的很好看吗？移动迷宫的小说真的很好看，喜欢看科幻小说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科幻小说啦，但是我觉得喜欢看科幻小说的一定要去看，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没有在开玩笑的，谢令狗的我来签到，真的很好看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是科幻小说迷，就我最喜欢的小说里面就是科幻小说了。超过20个字直接投降，那你要看什么？你能看什么书啦，小啾？看过电影，电影有改啊。图书馆很多人这里都没有。马尔济，你在图书馆工作吗？看过标题，看过标题的部分是看电影，看电影，电影很刺激。第一集结尾完全猜不到，书更好看，真的，真的、哦。你在图书馆工作、哦，马尔济？好奇，好奇，马尔济，我好奇图书馆工作的内容。因为我曾经也想在图书馆工作，曾经的梦想嘛，就是想去体验，曾经想去体验，就现在还蛮想的，还是蛮想，很酷耶。因为我很喜欢有书的地方。我们来聊天好了，今天玩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搭完帐篷就差不多完事，我们下礼拜再来继续钓鱼啊什么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下礼拜再继续
今天来跟你现在现在来跟你们聊天，可以再聊个几分钟吧。对，没错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，7% 很好听，快要结束了。星期日哦，星期日啦，星期日，星期日，星期日。谢谢马姐的掌声鼓励。对，周日继续哦，周日继续动身生活。大家会觉得就是不太有趣吗？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大家怎么想？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，就是直播。我现在身边没水，不然我也蛮想喝的，但是没关系。我好像看不太到，为什么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今天觉得怎么样？还蛮好的吗？上课，加油哦！上课，很有趣吗？不错，看我是什么什么。我差不多关了，用手机也快要没电，我念完榜就会关了。前半部看我开心，前半部没人不陪我。后半部呢？差不多啊，前半部跟后半部差不多。你就请假，好的。怎么样？还是不能断啊，因为如果可以，我也想要让你们看，但不行，他没有那个可以连，比较委屈你们一点了。但你们觉得这样子好不？边玩边一直聊还不错，有喜欢的感觉，真的吗？那我就先继续喽，就继续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这样还蛮，我自己也播的还蛮开心的，我自己这样播也蛮好的。不看到人家嘴巴很甜呢、欸，嘴巴很甜呢、欸，边玩边看，蔡亚马逊也在玩是不是？应该不会咯，我可能应该不会再不知所措了吧？应该我不会再乱捡东西了吧？好啦，那我礼拜日也差不多这样子玩，然后希望大家有玩的、没有玩的都来看我，都来就是一起玩，好不好？从来不会出现。谢谢米可星之冠。还会一直嘻嘻，不会，没玩也没看，没办法，因为没有那个、啊、没有荧幕。但至少看我玩是好看的吧，是好看的，不管看我做什么都是好看的，看我玩是开心的啦。哦，直接睡着。直接睡着的部分太猛了吧 ，Miso！ 谢谢茄子跟 Miso 的星之冠。我念榜喽，大家！念榜。第十名是 B Fly， 谢谢 B Fly， 虽然他已经不见了，没关系，谢谢你。第九名是 MK， 谢谢 MK。
第八名是令狗，谢谢令狗。第七名是令，谢谢令。第六名是小猪，谢谢小猪。第五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四名是开心，谢谢开心。第三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第二名是路过，谢谢路过。第一名是 Tuna， 谢谢 Tuna， Tuna 要好好吃饭哦，谢谢 Tuna。 Tuna 路过跟怀怀，怀怀在加班吧。 Tuna Tuna 路过跟怀怀，可以叫你爸下，不要啊，叫 FB 出来。 Tuna 路过跟怀怀，我也要吃饭了。你是边吃饭边打吗？果蔬。Tuna 路过跟怀怀，哎妈，这里还在，真开心哦。Tuna 路过跟怀怀，快点，我手机要没电了。你躺着耍废。不会，手中爱心，谢路过。嗨，喜洛库嘛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要关了，我要关了，我要关了，喜洛库嘛。晚安，晚安，黄宇，跟小白一起录屏。小白太胖了，小白你太胖了，小白。眼睛很小吗？他谢谢妈妈，这个 kiss 猪猪大白也可以，都可都行。再偷瞄一下 ，OK OK。我还说让给茄子，茄子。开玩笑。茄子跑了，茄子真是难过呢。手指魔法我要怎么变？没办法。手指很难呢，我要怎么变？
企鹅 pose， 企鹅要怎么比啊？企鹅超难比的，企鹅要手哎、欸，知道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尾企鹅。因为我企鹅不是这样吗？很难呢、欸，太难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我拿一下口红。等一下，我还知道会打死我吧？我觉得。粗糙，不要要求。顺便给你们 kiss。好啦，那我要关播喽。就大家礼拜天再来看我吧。拜拜。谢谢礼物，关了，拜拜。